Самый день. Да, самый день. Стоимость мила. Да, да. Ну, как бы, 茄子小吃冰棒。这是没有卖完的茄子，把它晒干。干茄子炒着吃也好吃的。再让你吃吧。都这么薄的，好快！一会儿冰薄，这都给不动。给它蒙了进去。现在好热呀，你看这个绣球都热成这个样子了。空心的这个都很大，苦瓜也能晒干。鸭子把西瓜皮吃完了，两天就晒干了，现在太阳好大，火辣辣的太阳。
咋在这呢？咋？把青豆带去了。青豆哦，青豆扔了，你扔了啊？嗯。好脏。铁宝宝，我在网上等着带走去。哎呀，跟爸去公园。爸，你在这带他走去。什么好吃啊？茄子已经晒了一个下午，现在已经晒成这样了。晒两天，苦瓜晒干了，明天再晒一天。一下走的啊，小哥。现在是第二天大中午了，看我们的茄子已经晒成这样了。到晚上就已经能够全部晒干水分，现在还是有点软，证明里面还有水分。好大的太阳，卖不出去的茄子就可以这样处理。